昨天我一到北京就知道雷总他挑战我，然后这个是冰桶挑战。今天回到香港，我第一时间找准备好晒所有嘢，嚟到呢个天台睇见呢一个香港嘅美景，然后接受雷总嘅挑战。然后还没有准备差的这个的时候，我要跟三个朋友说，我要挑战你。第一个就是钢琴天才。 今天的公司录音呢，就要这个刘德华的邀请，冰桶泼水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要唤醒大家对渐冻人的支持，关心。那个因为好像要点名下一位嘛，要点名三位这样。那我觉得，对，我先讲了，被泼水不是就不捐钱了，我还是继续要捐这样。然后那个点名的人呢，就是有方文山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那下一个就是一个团体，五月天有五个人。 画画的讲，你刚才不是吗？就这样。